开经本，夜叉王长这个寄诵第二首看起，如来救护住世间，悉现一切众生前，谢彼微途轮回苦，如是法门应往入。在前面我们读过自在因夜叉王，他得的是普观察众生方便救护解脱本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一首是他的赞颂，也是他自己修学的报告。那么在这个一首偈里面，我们应当怎样来学习？第一句，如来救护住世间，这一句话是把三种世间呢都包括在其中的。第一个是有情世间，多分呢是讲六道里面的众生，这个六道不是一个世界的六道，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刹土绝大多数都有六道，这个范围非常之广。如果广义的来讲呢，这个地方所说的世间可以概括九法界，六道之外的有声闻缘觉菩萨也都包括在其中。更广的意思，把一真法界里面41位化身大士也包括在其中，这叫至正觉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是法出是法，一正庄严呢，这三个字概括尽了。如来救护诸世间，前首偈子我们看到，为救世等佛心事所以在此地，我们要深深体会到。诸佛菩萨处心在世间，为什么？为救如是等众生而已啊！悉现一切众生前，悉是圆圆满满。诸佛菩萨在哪里啊？都在世间应化，我们凡夫不认识啊。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帮助众生，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相。佛菩萨没有固定的身相，
随类现身，随机教化，他也没有一定的教法。虽然色相没有定，没有一定，教法也没有一定，但是他所依据的教理，依据的教学原则、方向、目标是有一定的。那么这是我们在许许多多地方都能够体会得到的，不仅是在一切经中一切祖师大德留下来文字之中，我们如果把界限突破，往更宽广面去观察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圣贤教诲，我们都能看得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目标，那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苦为乐，转凡成圣，是他教学的目标。这四句，前面两句是他们教学的方向，后面两句是他们教学的目的，永远不会变更的。我们要学习，就在这个地方留意啊，在这个地方啊去着手啊。于是我们现前也现一切众生前，凡夫在这个世间到底是一回什么样的事情？有这样移情的人不多啊，所以众生多分都是醉生梦死啊。觉悟的人，他从哪里觉悟？就从这个地方觉悟，想一想自己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，为什么会到这个世间来，来到这个世间之后又为些什么，将来之后又到哪里去。你心里头如果有这些疑问，你就开始觉悟了，这是佛家特别是大乘法里面常讲的疑情的。有这种念头，古人说得好，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那么很多人没有这个疑惑，所以他永远不开悟。我们到底为什么来的？佛说得好，难怪古大德常常赞叹，
说世间好语佛说尽啊，世间的真实语也是佛说尽。人生来干什么的？佛讲了一句话，人生酬业，这是把事实真相一语道破。六道众生都是酬偿他的业报，过去是造的业因，这一生来受果报。过去要造的是善因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受的是福报，享福啊。过去生中造不善因，这一生当中要受苦报。正是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。谁给你定的呢？自己定的，自己过去生中造作的业因，这个业因呢决定的，不是别人定的。许许多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不晓得事实真相，于是在受报的时候不知道老老实实的消业障啊，又造了无量无边的业习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生生世世永远脱离不了轮回苦，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，真正修行人明了修行，修的是什么行？所谓的行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。生活行为包括也太多了，说不尽的。佛将它归纳为三大类，这就好说了，我们也好懂了。这个三大类就是身、语、意。行为再多都不出这三大类。身是动作，口是言语，意是念头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都是属于行为。于是行为又分为三种善的善行、恶行、无忌行。这个无忌说不上善恶就称为无忌。行为分成这个三种啊。凡是错误的、恶的念头、不善的言语、不当的动作，必须要加以修正，这叫修行。由此可知，
真正的修行不是一天到晚敲钟摸鱼念经拜佛啊，这只是修行里头的一部分，修行的样子，实质上的修行是在断恶修善，我们念头才起来。古人所说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要觉悟得快，念头才起立刻就警觉到这个念头善不善，如果是善念行，这个念头可以起来，如果是恶念立刻就把它止住。不可以相续啊！第一个恶念，第二个念头就不是恶念，转成善念，要转得快啊！这叫做修行，这叫用功啊！功夫在这个地方用啊！言语给人家说话，话还没说出来，自己要能够警觉到这个话该不该讲，需不需要讲，应该讲的要说，应该讲是利益众生，这个话是应该讲的，不是利益众生的话不必要说。诸佛菩萨，你看经上常讲，戒条里头也有，决定没有戏论。什么叫戏论呢？对众生没有意义的话，没有好处的话，都称之为戏论。佛菩萨没有戏论，所以佛菩萨的言语很少。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，多话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。所谓言多必失，话多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免不了造口业。有意无意说错了话，伤害到别人，跟人家结下冤仇，还不晓得从哪里结起的。正是所谓的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他把你的话解释错了，所以言语是祸福之门啊，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。佛在经典里面关于这个问题讲的很多，举的例子也很多。行为是行动，我们的造作决定不可以说我私生活私人行为与社会大众没关系，你这个想法就错了。我们起心动念
与整个社会虚空法界都有不可分的关联。念头现在人比较容易体会到，现在用的电器已经非常普遍，电器是一种波动的现象啊！我们知道电波、光波、音波，这个常识现在已经很普遍了。我们起心动念呢，思想有波啊，善的思想波对一切众生都有好处，恶的思想波对一切众生都有害处。不能说我打个妄想，想个坏事与别人不相干，你错了。你这个波周遍法界，定功深的人，他能够观察到，他能够接受到，但是他不受影响。他能够接受到，这是慧；他不受影响是定啊。但是六道里面一些凡夫没有定慧，就受影响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常常在谈起，为什么这个社会恶人多？为什么这个社会邪知邪见多？这个四相能够体会觉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可是那为什么啊，找不到答案啊。其实你要问为什么，我们自己从早到晚有没有起过问念？有没有起过不善的念头？这个恶念、不善的念头就加持这些作恶的众生，你也加持他，让他的恶念呢、邪知邪见念念增长啊。不可以说没有关联呢、现在这个世间种种这个波动啊，实在讲是很不好的现象。为什么？太乱了，太杂了。你上这个街头，你看看，许许多多人都有手提电话。每一只手提电话发的这个电波，干扰我们的脑波，我们的意志思想不能说是跟他们有关系啊。越是没有修持功夫的人，没有善根福德的人，受这个干扰就比较严重。这个人有善根、有福德、有修行，受他的干扰比较少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个现象不好，很不好。
可是这个世界还能够维持得住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诸佛菩萨的善的思想波加持一些具有善根福德的众生，他才能做平衡作用啊，所以这个日子还能过得下去。如果没有这些佛菩萨悉心一切众生情，大慈大悲以他们的愿心来加持我们，这个世界早就到末日了，哪里还能维持到今天呢？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体会，务必要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立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这才是佛弟子，这才是一个觉悟的人啊。所以下面这个第三句，惜彼畏途轮回苦，轮回苦不啊，很恐怖啊！啊，轮回是什么呢？说得粗显一点，就是因果报应。这是真理，这是事实，诸佛菩萨都不能改变。你造作的业因，你必定感受果报，绝对不可以说是造了业因将来没有果报的，没这回事情。果报现前，没有法子躲避呀！这是佛经里头常讲啊，诸佛如来都没有能力转定业。业报是自己造，必须要自己转。佛菩萨对我们最大的恩德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了我们的生活真实的状况，让我们觉悟，业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，这个样子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够断恶修善。人能断恶修善，才能够转自己的业报啊。过去由于无知，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总是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。做的太多了，损人利己是个错误概念，是迷惑颠倒啊，是愚昧无知啊，跟我们心里头想的它恰恰相反。为什么呢？
损人决定不利己，这是事实真相。要想利己，一定要利益别人，利人才是真正利己。我们凡夫想错了，这愚痴啊。所以我们的思想错了，我们的言语造作跟着就错了，这才遭受许许多多不如意的果报。果报，这是我们一生的生活，生活的很不如意，生活在痛苦之中啊，而不知道痛苦从哪里来的。我们学佛，读佛经读多了，这才稍稍觉悟了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。佛好，佛让我们了解之后，又教导我们怎样转变。如果真的听懂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，自己做一个转变，我们的生活立刻就改善了。古德说得好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可是我们学佛同修，有许许多多人在佛菩萨面前求愿，没有感应。于是就怀疑佛菩萨不灵，造业就造得更重了。佛菩萨到底是灵是不灵，你对佛菩萨没有认识清楚，与灵不灵没有关系啊！你可不能冤枉人，不能错怪人。怨天尤人不善啊，那不是善业啊！先要把它认识清楚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我们懂了没有？我们做了没有？真懂了，真依教奉行，佛菩萨的教诲呀，就很灵验的，能把我们现前的业报转变。我们求愿，愿没有现前，决定有障碍，障碍不在外面。诸位要记住，障碍在自己，自己的业障啊，不是别人障碍你，别人破坏你，不是啊，全是自己的业障啊。外面别人破坏障碍，那只是缘而已，不是因，是缘。真正的因是自己所造的业，如果自己的恶业消除了，外面恶缘障碍不了你，内有恶因呢，外面这个恶缘它就起了作用了，是这么回事情。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再也不会怨天尤人了，我们的愿望善愿不能现前，绝不会怪别人。回过头来好好的修因，积功累德。
这个重要啊。昔彼畏途轮回苦，佛在经上常常跟我们讲一个原则，熄灭贪嗔痴。轮回苦无过于三途，贪心恶鬼也，鬼道苦啊，嗔恚地狱苦啊，愚痴畜生苦啊，贪嗔痴三毒烦恼，他所感的果报是恶鬼地狱出生。我们要想脱离三途，脱离六道，一定要断贪嗔痴啊！这个断不是真断啊，是转变，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呀。将对事出世间一切法贪欲舍掉了，转变成样样都如理如法啊，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样样都如理如法，这就叫戒。我们现在讲合理合法，转嗔恚为清净平等，清净平等是定啊。转愚痴无明为通达明了，通达明了是慧，这就叫转贪嗔痴成戒定慧。你的业就转过来了，你的轮回苦就转过来了。所以转果上不能转，因上转。这个是最好修学的方法。古大德常讲呢，从根本修啊，我们现在讲从根本上啊转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今天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在行为当中总不外乎嘛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我们做的不合理不合法，这里头贪欲就生起来了。一切都如理如法，贪欲不生啊，就转过来了。如理如法的标准就是圣贤的教诲，经跟我们讲理啊，不违背经典的教训，如理。戒律是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法则，
我们能够遵守就如法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经律论三章就是我们转变的一个标准。三藏的典籍太多了，一般人常讲浩如烟海，分量太多了，现在人看到这么大的典籍都吓到了，不敢修学了。其实大家要晓得，这么多的典籍是佛教化一切众生用的，不是对我的。我们自己只要在这个里面选择少份，适合自己修学、自己喜欢修学的一部分就足够了。一部经都够用啊！我们看看古来的祖师大德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一生受持一部经，遵守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道理，遵守这一部经里面佛所讲的教训方法，对人对事对物他就修成功了。所以关键是要自己真干才行，不可以贪多。学佛法想学许许多多经论，想做大通家，完全又落到贪嗔痴里面去了，还是搞贪嗔痴，所以他不开智慧。个人所依据经典不一样没有关系，只要一门深入，长时间的熏修，个个都有成就。哪一部经都好啊，那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了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哪个法门都好，哪个经论都好，问题只要是一门深入，入得越深越好。怎么叫深入呢？信的深，解的深，行的深，然后你就证的深。对于别人所修学的不同的法门经论，我们只有赞叹，不必去模仿。我们也想跟着他学，那就错了，路只能走一条，不能走两条。一条路走到底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。祖师所说的条条大路通长安，这是唐朝首都在长安，现在的西安，不管你从四面八方，你只要向着这个方向，你一定会达到目的地呀！条条大路啊，就是比喻的无量法门。长安是比喻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都能通达，都能到达。
啊，所以学多了啊，反而成了障碍了，到不了了。所以学习贵在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古人懂得，古人的善根福德比我们现在人深厚，我们现在人不如他们。他们呢，大多数都非常老实，一生守住一门，所以他都有成就。现在的人有善根有福德，但是不厚，为什么呢？经不起诱惑，现在的术语说经不起挑战，我们佛心地要和平，不要那个战，心里常常有着这个战斗啊、竞争啊，不好。我们跟人家不争，我们不与人家斗，我们绝不跟人家战。所以我们用的言语，经不起外面的诱惑。将自己的信心动摇了，戒心也动摇了，这是我们不如古人之处啊！论福报，古人有福，今人也有福。不相累也，古人的福报确实他得很多受用，今人的福报把我们的善心善愿反而迷惑了，把我们带向了五欲六尘的享受里面去了。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越享受越迷惑，换一句话说，今人享福堕落啊，古人享福上升啊，果报不相类也，我们要清楚啊！今人的福报啊，你像现在我们用电灯，古人用什么？古人用油灯啊，蜡烛啊，没有我们这么明亮啊，没有我们这么方便啊。古人出门，有福报的人家家里养着有马匹骑马啊，乘轿子啊，现在人一般家庭里面自己家里都有私家车，古人比不上啊。可是古人那个生活心是定的，现在人呢在升光化殿里心是浮的，你看在享受里头这两个差别就太大太大了。心定容易悟道，心浮多生烦恼啊，妄念纷飞，自己的心定不下来，这虽享福
国报不若古人。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通达，都要明了。然后你看看佛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许许多多原理原则，我们能够掌握到少分，我们这一生呢就得很大的利益。菩萨在这一首偈颂当中为我们显示这个纲领原则，我们应当学习诸佛如来，救护众生的这个心愿啊，这是什么愿？四弘誓愿里的头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我们要常常啊有这个愿，常常有这个心，这个心愿如何落实呢？那就一定要做到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。我所学习的是社会一切大众的表率，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社会大众的榜样，你就救护诸世间，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落实了。可是你要能够做到表率，做到榜样，后面两条啊你不能不认真去做啊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四弘誓愿这个四句是有次第的，不能颠倒的啊。正如同我们到这个讲堂上楼，这个讲堂在五层啊，你必须有一层、二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层到达这里啊，不可以颠倒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先断烦恼，后学法门。为什么呢？烦恼要是断了的话，你智慧就开了，学法门快呀，一闻千悟啊。过去龙树菩萨在年轻时候他的智慧高啊，我们现在人讲天才儿童，他烦恼轻，智慧高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教法，他3个月完全通达。我们今天呢30年都没有办法，人家3个月完全通达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没有烦恼啊。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叫先断烦恼。为什么叫你学一部经？叫你学一个法门，这个定慧等学，一部经一个法门，你的心专呐，专一，专一
就会把烦恼断尽。你学习的科目多了，你就分心了，分心妄想杂念烦恼断不了啊，你的智慧不开啊。学再多的东西都是学个皮毛，绝不得受用。所以古人的教学法是先断烦恼。佛如是，儒家也如是啊。儒家，诸位要是看过四书，大学是方法，中庸是理论的。你看在方法他举的是纲目，头一个格物，第二个致知，然后诚意正信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他也是有顺序有次第的，也不可以颠倒的。第一个格物，格物是什么？断烦恼啊。物，物是欲望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物欲，物欲就是烦恼啊。格，格是格除，你要把物欲格除，儒家讲的，道家也不例外。老子所谓的“无欲则刚”啊，有容乃大了。这些大圣大贤，他们没有开过会，没有在一块说统一说法看法，没有啊。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。真实智慧，这不是一家所说的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我们能怀疑他吗？所以事出世间修学的方法都是从断烦恼下手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就是儒家讲的格物，道家讲的无欲。佛说的透彻，佛的言语比较通俗化，我们听起来容易懂，无需要多加解释，这是佛法的好处。所以佛经的文字比起儒家道家浅显多了。儒道今天的人很难看得懂，但是佛法比较容易懂。这就是佛菩萨苦口婆心度化众生的方便。所谓的善巧方便，他的语言文字不太深思，总希望别人呢容易了解，容易做到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
是教学最高明的手段。用这种方法帮助你回到清净心，回到平等心。只要心地清净平等，老实了，这个时候智慧就现前了。到智慧现前的时候，再广学法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个时候无量无边法门你一接触就通达了。诸位，在六祖坛经里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例子，法达禅师到曹溪参访六祖，法达是学《法华经》的，他曾经将《法华经》念过三千遍了。由此可知，他对《法华经》滚瓜烂熟啊！《法华经》，诸位都晓得，经文相当长，它总共有七卷，28品。一天的时间，8个小时到10个小时，大概差不多是念一部啊，一天念一部。他念3000部，得说一个整数。我们估计他在这一部经上下了10年功夫啊，没开悟啊。但是他有这种功恨，显示出傲慢。这个就现在人讲的值得骄傲啊，他值得骄傲啊，表现在行为上，到曹溪去参拜六祖，拜的时候头没有叩地上啊，头没有叩地上。慧能大师看到了啊，参拜完了之后起来问他，你刚才礼拜啊，头没有着地啊，你一定有值得骄傲之处啊！啊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他说出来了，他念过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哦，这值得骄傲。那么六祖问他《法华经》的意趣，他答不出来。反过来向六祖大师请教啊，慧能大师说，这个经我没念过啊，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没念过经。他说你念给我听听，我给你解释。法达禅师当着大众啊朗诵，这念到第2品法华经，28品呢，他念到第2品方便品，六祖大师就叫他不必念了，我完全明白了。你们诸位想想看，这一部经才开头念几篇的时候呢，后头就通通都明白了。这是什么智慧呀、法达念了10年，念了3000部，智慧不开，什么原因呢？值得骄傲就完了吗？值得骄傲就是烦恼起来了吗？所以没有智慧呀、六祖能大师
没有值得骄傲之处，所以他有智慧。再大部的经听到头尾巴都清楚了，都明了了，再给他讲解，他才恍然大悟。悟了之后再磕头啊，头磕到地下去了，他不值得骄傲了。这个说明为什么叫你先断烦恼再学法门，这叫易行道啊！烦恼断了，智慧开了的话，学东西容易啊，快速啊！业大藏教五千多卷经典，3个月全部通达，龙树做得到，每一个人都做得到，只是我们今天烦恼太多了，障住我们的智慧啊。所以纵然是一部经学个10几20年都还不开悟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一个法门，读一部经典，还是以断烦恼为主要。你每一天念经，经文长的像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楞严经》，一天念一遍啊，一部啊，纵然念得很熟，大概也要5个小时啊，念得不熟啊，恐怕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。念经是修行啊，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所以在念经的时候决定不可以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恭恭敬敬的念，老老实实的念。什么叫恭敬，什么叫老实，不夹杂分别执着，不夹杂妄想，就叫老实，就叫恭敬。一面念经还一面打妄想，不老实不恭敬啊！要晓得恭敬老实就是断烦恼啊。所以我在念经的这个时间里面，你看啊，妄想分别执着不生，这叫功夫啊，这叫戒学啊，这叫持戒。圆满具足戒学了，念的时候专心，一心一意在读经，这个一心呢是修定啊。经文自始至终念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念错一个字，没有念颠倒，也没有念漏掉，这是修慧也。所以你一天几个小时读经，这几个小时修戒定慧三修一次完成。经文短的，像现在许多同学读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经文不长啊，念熟了大概念一遍40分钟50分钟就行了。可是我们每天用40-50分钟来修戒定慧，时间太短了，你的功夫很难得力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多念几遍嘛。
啊，念得很熟的人，啊，念一遍只要40分钟，希望你每天呢念10遍。啊，这么长的时间修戒定慧，你才能得清净心，你才能把你的烦恼习气控制住。这种功夫自己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。啊，这个一天到晚打妄想是最糟糕的事情啊，最可怖的事情啊。如何将自己烦恼习气完全控制住了，读经是个好方法，比念佛效果还好。啊，所以念佛应当在读经之后第二个阶段。啊，否则的话的是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很普遍的。啊，这个念佛呢没有办法降服自己的妄念，啊，怎么办呢？用读经，读经方法好，用一打妄想立刻觉察到了，一打妄想今天错了，啊，可是那一句阿弥陀佛夹杂妄想，下面阿弥陀佛没念错，你不容易觉察，读经非常容易觉察，念几年经心定了，妄念少了，再念佛，这个佛号功夫得力。所以妄想杂念多，用读经这个方法有效啊！啊，我们自己要懂得克服自己的困难，啊，消除自己的业障。自己不懂得方法，不肯认真克服自己烦恼习气，这一生必定空过。这个不能不注意啊。尤其要提高警觉，啊，真正是高度的警觉。这个警觉是什么呢？我们临命终的那一天怎么办？如果你的语言不好，你的家亲眷属把你送到医院了，送到病重送到医院是很糟糕的事情啊。你自己完全不能做主，听别人摆布，这就苦不堪言了。你能不能往生确实没把握，必须自己啊，现在就要开始用功，就要想到临终时候，啊，临终时候不生病，欲知时知，不受别人控制，你成功了。啊，有没有呢？有啊，我们同修当中常常听到啊。新加坡这几年念佛往生的人就有不少，生死自在，啊，可以提前几天走，也可以延后几天走，他有这个本事啊。许多念佛同修都希望李牧原居士给他办后事，啊，李居士常常出国，所以找到他的人呢，他就给他讲了，我什么时候要出国，
或者你提前，或者你延后，等我回来。他们真能做得到啊！就有好几位同修提前，提前往生，等他把他事情通通料理好了，刚刚好，他出国的时间到了。有这种本领啊！去年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，这个是晚年身体不好，80多岁了，在家里头养病。他这个表率模范值得我们学习，平常工作繁忙啊，没有时间学佛啊，这下生病了，在家里天天躺在床上没事情做，把我们这边讲经的录像带全部接回家，每一天反复的听，我听他家里人讲，他每一天听8个小时，听得很专心，听了4年，一天听8个小时啊，4年不中断，他明白了，他清楚了，万缘放下。他往生3个月之前晓得，预知时至，走得很自在啊，这真的往生了。实际上他学真正学佛就是这个生病这4年，这是值得给我们做模范的，做榜样的。生死四大，在世间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不值得放在心上，不值得跟别人去竞争，毫无意义。真正的大事，生死大事。我来生到哪里去？如果不觉悟，来生还继续搞轮回，随业流转，这就可怕了。我们这一生当中造作的善恶业，绝大多数的人造恶业多，善业少啊。善恶业怎么个区别？凡是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善业；凡是利益自己的事业，恶业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从早到晚，从初一到腊月30，我们起心动念所做的事业，是为自己利益多，还是为别人利益多呢？这一反省啊，就明白了，我们做自私自利的事情做得太多了。帮助别人的事情啊不多，于是将来六道轮回到哪里去就很清楚了。恶念恶行多，三途去了；善念善行多，这才是人天两道。都不如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佛求生净土，必定要熄灭贪嗔痴，要成就戒定慧。
我们才能够如愿以偿啊。所以这首偈里头中心的一个字喜，微土是三恶道，三土啊，三恶道的业因贪嗔痴，贪嗔痴的根是自私自利，我们怎样把它熄灭？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立刻就要转念头啊，转自私自利为利益一切众生，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从今而后绝不再搞自私自利，念念为正法久住，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。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呢？破迷开悟，这是真实利益。断恶修善是好利益，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，破迷开悟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。如是法门，应王如啊，就是自在因夜叉王，他就是修这个法门而入法界的，这个入是其如啊，我们一般讲正果，他修这个法门呢，正果的。前面长行文说得好，普观察众生方便，我们就差了这一点呢。普是清净观、平等观，看六道众生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先度自己，再帮助别人，所以自己看自己很不容易看清楚，看别人，看别人，然后回光返照，回过头来看自己，看到别人的善行，我们要学习；看到别人的恶行，我们要改正。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善业。才能真正帮助自己永脱轮回，转业力为愿力，就在一念之间呢。那么这是自在因王他这个赞颂里面教导我们应当这样的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